人来了不少啊，哎，很欣慰啊，又欣慰。我还没来了就再来一个，哪团派来的这是啊？买票了吗您啊？查完票了。嗯，这个人来的确实挺多，感谢朋友们。是，说句良心话，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对，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各位。嗯，我们都是小演员。嗯，也不是什么艺术家，也不是著名的演员。嗯，这楼上楼下这七层楼都满了。你什么眼神啊？你这是？啊？哪有七层啊？哦，嗨，就四层啊。还是没看清楚啊。就两层，这这甭管多少，你不识数，你别掺和啊！谁不识数？来这么些人捧，无以为报啊！嗯，我们都家里也没干这个的，我，你像我，我们家不是干这个的，是吗？我跟人家那个世家子弟没法比。您说是？我们后台，王文林王先生，那是世家。为什么说这么好啊？嗯，人他爸爸说相声的，对，王长友。王长友，对，杨毅说相声说得好，为什么？啊，人他爸爸说相声的，杨少华。杨少华，对。马志明为什么说得好？嗯，人他爸爸说相声的。哎，马三立就是。于谦为什么说得好？哎哎，等会儿，别往下说了啊。嗯，我爸爸可不是说相声的。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啊。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不能这么说话啊。你爸爸听不听相声吧？听不听吧？你自个儿摘，是听相声的，是说相声的。我爸爸不好这个，成了吧？我们很客观的探讨这个问题。嗨，您这是客观，不要往歪处想。啊，您要不往歪处说，人不想。我个人对这些个伦理性的东西很不喜欢。啊，是啊，那您就甭说了啊。嗯，他们老爷子不是干这个的。对。相声还说这么好啊？下功夫啊，这用功是对，关键是下功夫啊。春节也过了，嗯，正月十五也过了，是十六也过了，十七也过了，挨天往后数啊，十反都过了吧？这可不是都过了吗？按部就班了，嗯，演出继续进行，是我们会永远在小剧场演出的，对，这一点和我们当初说的是一样的。嗯，当然了，说偶尔的某一天某个演员没来，嗯，保不齐有个事儿。谁没个事儿？是不是？你看张春武，嗯，就是咱们艺名叫张德武这位，对，这就没来。啊，张先生今天哎，有别的事儿，这个你不能强求，是是不是？张文顺张先生也没来，对，岁数大了，歇两天。嗯，徐德亮也没来。哦，亮子也没来，哎，很正，出事儿了啊。出事儿？很正常嘛，出事儿了。出事儿还很正常。徐德亮他们家见天出事儿，哦，在他来说很正常。他拿这当班上，嚯，嗯，就 跟他媳妇儿，又闹家务，跟他媳妇儿，嗯，大伙儿有见过有没见过的亮子，哟，那媳妇儿说实在的不是一般的寒碜，知道吗？哦，不好看，这寒碜搁在车上忒寒碜了，是吧？什么俏皮话？这寒碜抓把盐齁寒碜，不是我捧他，真的，这比你还寒碜，真的。哪有这么说话的？这您还捧着说呢？两个人当初打认识啊，到同居住了四年，哦，徐德亮就是从来不敢说咱结婚吧，嗯，没有过，不说，没有过，也不敢说，哦，啊，也不敢说。媳妇倒是总问他，嗯，那会儿没结婚呢，是，但也住了四年了，是吧？有一回两人出去吃饭，坐饭馆里边，啊，这媳妇啊，你到底娶我不娶？嗯，哎，啊，你到底娶我不娶？啊，哦，特别温柔，你知道吗？嗨。您知道什么叫温柔啊？这啊，徐德亮看看他，嗯，吃饭，吃饭，吃饭，不提这事儿。你到底娶我不娶？嗯，吃饭，你快吃饭，吃饭。好，你就这样吧。啊，我告诉你，我一会儿跟这儿，就这饭店里边，我就找个人嫁了他。啊，气话。饭店老板进来了，闭嘴。怎么了？你把客人都吓走了。嗨，啊，就至于这么害怕呀？啊，后来这女的，嗯，拿着枪。顶着徐德亮那脑袋，嗯，枪里装那么大一钉子。哦，啊，我说嫁给你，答应不答应？嗯，不答应打死你。哦，然后我放火把这楼都烧了。嚯，咱们这住宅小区这楼都烧了。谁甭火？你要不答应啊，我就这么办。嗯，哎，徐德亮救了大伙儿一命。是，啊，怎么救了大伙儿一命？俩人结婚了呗。啊，嗨，这就是救大伙儿啊。啊，那你琢磨那日子能好得了吗？嗯，这两天又打起来了。
又打媳妇儿打他，啪啪啪啪，这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太凶了，这就是打呀。徐子亮也横，说实在太横，泥人还个土性呢，是这说实在这么些年了，搁谁也受不了啊，亮得真急了，是啊，蹭一下上窗户了 啊我跳去 啊十五楼，我跳去，我摔死我！我告诉你们，这可高啊！媳妇吓坏了，打电话，警察也都来了。嗯，媳妇一把眼泪的，一把鼻涕这哭，你别去、啊。警察也说：“哎，都注意啊，嗯、都注意啊！”嗯、哎，劝他，劝他，下来，下来。徐金亮拦着，别拦着我啊！别拦着我，不活着了。哦，媳妇劝他，你别这样啊！嗯、咱们以后的这个日子还长着呢。是是。徐金亮噌就下去了，这就下去了。警察指着这媳妇儿。你真不该威胁他，嗨、哎，这么威胁呀？是吧？好嘛，是吧？嗯，所以这两天在家治病呢啊，治病没摔坏，没摔坏，大伙儿放心，没事、哦、没来。两口子无论穷富，无论身份高低，嗯，好好过，那可不是不是？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和和美美。这点来说，于谦的父亲和母亲，我认为。您这时候别犹豫行吗？好，您说到这儿不管就说了，这多我一想后边要说的话我就乐这有什么可乐的，好玩儿，你知道说好玩儿，太可乐了，说过啊，这关系就是好啊，老两口子真好啊，当然了啊，老头老太太对着疼，互相的疼，可不就是互相的吗，真心实意的啊，那么从里到外啊，哇疼，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不，您这话不错，说着说着有点恶心啊，怎么？你想得多，你知道吗？我想得多、啊。早上起来，老太太坐那儿，啊，饿了，那就饿了。老爷子给忙活饭去，就是得问好些样哦，人一老了，跟老小孩是一样的，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搁别人早急了。啊，老爷子有耐心法，别着急，别着急，包点馄饨，不吃，煮点小饺子。我爸脾气好，不吃。切糕吃吗？我买去，不吃。别着急，到底想吃什么呀？想吃什么？想吃唐僧肉啊！啊！我妈白骨精啊！唐僧肉啊！你爸还劝呢、啊。哎呀，唐僧肉好吃，可唐僧身边有三个徒弟，难弄啊。这嗨，这不用讲大徒弟啊！没，这行行了，行，不用讲这个。这个看过三国的都知道吧？好嘛！您就没看过这书啊，我告诉您，相亲相爱那好，关系好、嗯、说句良心话，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啊、不在那个、你说按说有钱人家出来的人一个个的、啊、撇是辣嘴不懂得疼人，是啊，可他爸爸也很有钱呢，也富裕，是不是啊？对，家里好，当初于老爷子多有钱呢，嗯，可这北京城一扫听，于大善人，哎，说的就是我们家啊、哎、全中国评啊、嗯、选说够他这级别的善人，就这么一位，哦，就他一位。你看后来被评为中国最后一个善人，这还清末留下的是怎么的？啊，是啊，没听说过啊。我记不了这。你记不了，您别胡说呀，这个是吧？了不起，有钱，你买卖开的也大，大生意啊，大买卖，嗯，比这楼还得高，知道吗？这么大，高四个，哦，往上走，高六个吧。您有准谱没有、啊、高六霓虹灯，哎，从上到下都是霓虹灯，嗯，整个就这一圈都是霓虹灯，嚯、哦、刚才嘎巴响就是霓虹灯折了，你看、啊、那说的不是我们家、嗯、霓虹灯折了能这声啊，离老远的大牌匾、嗯、四个人高，他爸爸的买卖咱看着都瘆得慌啊，嗯，这多少钱干这么大买卖、哦、他们家的买卖了不得，你看看那厨子，说实在的，就是金阳饭庄的，北京饭店的，北京城八大楼的，过去那老厨子选头一位请过来上这儿哦做饭，那服务员那都退下来的空姐，知道吗？退下来的空姐，空姐得淘汰一批啊，是吧？有一批这几个这不能要了，这、啊、这退下来了，再好他不是也是退下来的吗？退下来也比普通服务员强啊，大个儿，大高个儿，高、啊、高个儿，穿上旗袍，这气儿都开到嘎着窝了、哦，帘子就出来了，是吧？好看，那能好看得了吗？穿上高跟鞋 啊，你爸爸告诉他们好好干啊，无论是什么人进这门，让他有食欲，
得想吃东西，是知道吗？大牌匾，于家大茅房。对啊，说实在，有食欲吃这个呀？不是，开的本身就是一厕所。嗨，那让人进来有食欲干嘛？整个中国就最高档的厕所就是他们家开的。开茅房？那是啊，几层楼不一样。一层这叫听雨轩，听雨轩叫小便室。嗨，你直接说撒尿的地方多，知道吗？2000块钱尿一回，那么贵？那有钱人的消费吗？这儿算着钱来了，进来，服务小姐领着来，先生这边请。是，到这儿有一大屏幕，小姐拿着那个遥控器，咵，请选择，出了一个一个的人头啊，这张文顺。张先生，王文林，啊，李文山，邢文昭，啊，于谦，啊，我也在那儿。你爸爸最疼你，你们家买卖能不用你吗？哦，一个个都乐，张着嘴乐，是，啊，你选择吧。举个例子啊，客人一指，于谦，哦，这一摁，咔，定下来了啊。嗯，一会儿照片出来，按你这后边啊，马上有机器，有5分钟，哎，做一个新的小便池。小便池做就你这脸啊，一样张着嘴认。去，我张着嘴啊。嗯，拿来，领到屋里安好了。啊，先生，这儿尿啊，这儿尿。那边活动活动吧。这儿尿，这个，这儿还放音乐了。啊，巴达拉拉冰雹把山花打，扑噜噜沉雷震山川，风吹雪铃啊当啷啷啷响。下次欢迎您再光临。完了，这就是有三句得了，你尿得了一单弦儿。好，不灵这个啊，不灵，是不是？没那么好的肾，是不是？说这意思，有钱，有钱。这一楼、二楼也行。二楼更讲究了。上去之后，这各式各样的屋子啊，哎呀，坐便的啊，蹲便的，什么都有。站便的，有好这个的，趴便的。嚯，趴便这单加钱，这算行为艺术。没听说过啊？把手术费加在里头，这是啊。各种各样的房间，知道吗？选择吧，这5000的，那8000的，啊，没个7-8000出不来，知道吗？就拉泡屎就这样。那当然了，有钱人才来，你不行。啊，你这吃完炒饼3块钱，你舍得5000块钱让他出来吗？呵，你损不损呢？你知道吗？我不至于这么谈呀。哎，进包间这一坐，各种姿势随便，累了这有电话，有菜谱，点菜，叫酒。一边上着厕所一边点菜，你花5000块钱来回，你不得续上吗？哎，对，这还得让他接上。这是你琢磨人家这买卖啊，一个厕所都干得这么辉煌，北京城于大善人。哎呀，这不好找。谁一提他爸爸知道？哦，于大善人吗？是是，有钱，哎，有势，嗯，疼和穷人。对啊，咱们感谢人家。哦，还谢谢啊，谢谢人家于大善人。哦啊，哎，这什么动作呀？这是夸嘛？那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您就这么比划得了啊？啊，这就不要了这个。啊，不用这个。但是他爸爸光顾着行善了。啊，这个人的问题啊，没有解决。我爸爸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是。那我打哪儿来的呀？你是后来啊，后来逮着被告才把你供出来的。好嘛，没听说过啊。不是，这之前那会儿你爸爸年轻呢。年轻，你说年轻的，这是年轻时候。后来你爸爸这婚姻大事轰动北京城，哎，办过事。你说这善人怎么不结婚呢？嗯，这么大善人不结婚呢？嗯，哎，嗨，你外行啊。嗯，他不是善人吗？是吧？哎，您说那是太监，知道吗？不是，人们聊天啊，那个就说那不行，善人也得结婚呢。啊，就是好心眼儿，光顾别人，他怎么办呢？嗯，那说嗨，你们也瞎操心，他娶不娶媳妇一样，知道吗？啊，没一样啊。大伙儿出钱吧。北京媒婆界有一了不起的媒婆，哎，这姓楚啊，楚媒婆，啊，你受累吧，说你保了没有不成的。哦，他去，您受累，给于大善人给说说这门亲事儿。哎，说说这个，来到这儿了，跟你爸爸一聊，说这好人呢，啊，这个人太好，他热情，哦，有这么些钱不狂，哎，人最难得就是有钱啊，之后不狂，这心态好，撇着辣嘴，有的是，啊，他爸爸没有。媒婆打一进院就喊：“啊，善人，哪屋了？住哪儿了？谁是善人？谁给善了啊？善了？谁是善人？是吧？善人这是。”他爸爸出去了，我是，这个热情啊，硬这种心态很好。
很好。什么心态？您说是？你爸爸就是这么有钱，这么了不起，这么有名，这么红了，他心态这么平和。啊、哎，跟我这差不多，现在跟我这差不多。没听说过啊？知道吗？甭拿你比。不着急，你知道吗？啊、一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如今在北京南城有一家人家，大户人家，他家有一姑娘，长得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漂亮。我们打算把您撮合成小两口。哎，你爸爸很高兴。是，那您就费心吧，啊，受累了啊。这我爸怎么娘娘腔啊？这个秀气啊，他很肉头那么一个人哈。哎，谢谢啊，大老爷们哪有肉头？谢谢您啊。哎，打这儿出来，转身奔你姥姥家。上那边了。姥姥家南城一大户，再说去石头胡同南口路北路大宅子，跟故宫似的那么大，门口大牌子啊，不是民宅。对啊，那就是妓院吧。那个不许美化自己。废话，这是美化自己的啊。什么叫不是民宅呀、啊、本是民宅。对了，辣一横，本是民宅，本是民宅。对对对，我们这文化也不高，你知道吗？文化不高就敢念呀、啊、你让人笑话。你看这事闹的，可不是吗？媒婆来的时候，你大舅正跟门口站着呢。嗯，清华大学头一科的毕业生，有学问，文质彬彬，风流潇洒，往这一站是个大才子。对，剃一光头啊，光着膀子，一巴掌宽的护心毛啊，灯笼裤撒鞋，这儿纹着两条带鱼。带鱼干嘛呀？两条带这么宽的吗？本地带鱼。您还看见那小骨头了是怎么、啊、那哪儿的？黄海的。没有，二龙戏珠。那叫二龙戏珠啊。啊，皮皮虾抢篮球啊。没听说，就叫二龙戏珠。哼、啊、就秀着吧。啊，念书人嘛，是吧？这是念书人的模样吗？站门口啊，拿这本金瓶梅啊。哎呀，行撂下吧，行撂下。您说这妓院门口那大茶壶吧？这是瞎说，不合适，别瞎说，笑话。什么不合适？怎么这样？这文化人念书的嘛，是吧？一瞧就没婆乐了，快来上里边请、啊，里边请。哎，来，迈步往里边走。哦，你们家那天正好有一个票房。啊，对，我们家自己办的一个。老北京好这个。对，说唱个单弦插曲啊，八九股，被人拘到家里来，有弹弦的，哎，大伙儿一块唱，是定期的活动。哦，这是票房。对，那天正好是吗？是吗？屋里都坐满了。人多，弹弦的也在这儿了，正赶上你母亲那儿唱。我妈那会儿她还小了，那可不是，没结婚呢，是吧？那会儿她还是个姑子呢。啊，你爸爸是和尚是怎么着？倒是也般配。什么般配啊？还是姑娘呢。姑娘，对，姑子差不多啊。差远了这个。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算不算？什么叫算不算？她本身就是啊。对。正唱着呢、嗯、这个插曲儿这个东西很雅、哦、满洲贵族子弟的东西，那倒是风花雪月梅兰竹菊、哎、爱情生活的东西，是层次很高、哎、可以说跟昆曲是相提并论的。那就那么高的档次。嗯，你母亲这儿正唱着呢。哦，唱的是魂儿滚滚坠落西坡呀、哎、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哎呀，摸了摸头上情行了，如摸染呐、啊，这好几十句，这个是你别唱全了，那就我会全本了。这个没有啊，别唱，咱们今儿唱这个啊。算了啊，您这不是插曲儿，这个风花雪月嘛，这十八摸着啊，这唱吧，咱哪知道的，唱吧，这唱正唱着呢，媒婆进来了，啊，你姥姥高兴了，呵，有日子没来了，快着快着快坐快坐，有事儿吗您？跟您说，老太太，哎，给您道喜，哈哈，宝梅来了，嗯，今天来主要是说啊。于谦他妈这婚事儿，哎、啊，我怎么那么别扭？我这话说，你先等一会儿吧。那时候有我吗？您就拿我说事啊。这么说，大伙儿听得明白。这么说就更糊涂了。啊，就是我是来给金莲啊说这个婚事儿来的。我妈叫金莲呐。没说你姥爷姓潘啊。这不用说了，这个。啊，老挤兑我，你们大伙都看见了吗？谁挤的你？我这没法说话，你知道吗？怎么说话呢？少搭茬啊！不是少搭茬，没有叫金莲的呀。啊，给您大闺女说说这婚事儿、哎、啊，姥姥高兴，让你操心。哎，你受累吧。谢个人。金莲出了门子，我就踏实了。还是金莲啊！以后平儿、凤仙、海棠、小红，这你都受累，知道吗？还是妓院里头这个，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多让人笑话这个。废话，这哪儿那么些人呢？这个、啊，好，
说好了之后转身出来给你爸爸送信儿，把你爸爸乐坏了，准备吧，归着吧，门口立三根白沙糕，搭起几大棚过街牌了，中古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了，上去三个大字当大事，当白事那么办呢？哦，对对，一高兴高兴大发了啊，那也得换了，这拆拆都拆了，哎，拆完了屋里都弄好了，嗯，金灯银灯吉祥如意灯，哎，正当中来拉灯，哎，拉灯啊，哪儿找来的这是？我一拉就能下来那个灯，嗨，这麻将灯也知道，都准备好了，正忙活着呢，一推门打外边进来九个和尚，和尚啊，你爸专门跟和尚交朋友，哦，什么爱好，九个和尚，哎，善人在家了啊，给您道喜，嚯，来了，有事儿啊，给你念经来了，念经，大喜的日子不念经还行啊，没听说，增福增寿经 啊这经好，哎，哎，开始啊，你爸爸说等会儿，等我躺下的，起来吧起来吧，干嘛非躺下呀，有身份呢，你要跟那儿站着这完了，怎么了，没身份，哦，你爸爸就躺下，躺下行，躺好了，哦，把那脚摆成这样，还得这样，手放两边，有一白被单子撂下，这不还是死人吗，到脖子这儿盖着，怕着凉嘛，盖在脖子这儿，哦，盖好了，来念吧，哦，真念吧，和尚看看，哎呀，哪有盖在这儿的，来，啊，他给拉上去了，不还是蒙上了吗，好了，增福增寿大吉大利啊，哦，道场成就镇济江城，斋主虔诚上香设拜，檀香海中举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近观山有色，细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的亡魂哎不回归，中群僧把法鼓敲，敲木鱼儿打金闹，你我好比鸳鸯鸟，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哪，啊，唱呢，这个掉东西啊，掉什么东西，我打你呢知道吗，嚯，有事说事，你腿抬这么高，你这还是放咽口吗，还是死人呢，增福增寿大吉大利的嘛， 是这么念吗，人我哪会着，小个大概齐，小个大，这不是大概齐，小个大概齐，我这个不辞是你知道吗，不辞是就敢说呀，嗯，就说这意思吧， 啊都准备齐了，到结婚这天花红的轿子上你姥姥家去接你母亲，接亲吗，你母亲不去啊，我才不去呢，不愿意，我就乐意在家里待着，我哪儿也不去，你姥姥很着急，是你这个不像话呀，怎么办呢，咱们应人家了，是知道吗，救场如救火知道吗，这不挨着这个，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嘛，是吧，什么呀，别误了好时辰啊，我去吧，哎，他去啊，回来吧，我替你啊，不用，这没有替的，去吧，大伙儿都劝，去去，快走吧，快去吧，你得去，你舅舅也劝呢，你别这样，是婚姻大事很正常的，哎，去吧啊，你这户口都消了啊，去吧啊，太狠了吧这位，啊，走吧，去吧去吧，啊，去家里很和睦着呢，哦，穿好了带好了啊，穿红挂绿，那个年头也就那衣裳呗，那讲究啊，弄这么一块盖头，左绣龙右绣凤，哎，正当中四个金字，怎么写？严禁小便啊。啊，这不是这地方贴的知道吗，我拿咱不懂那个玩意儿，不懂别说呀，啊，咱不懂，弄好了吧，搀着往外走，嗯，轿子跟这等着呢，哦，你姥姥拿个条贴在轿子上，还有条啊，货已售出概不退换，哎，好嘛，不让回来了，还，你妈上了轿子聊着轿帘，嗯，妈我舍不得您，哭了，你姥姥眼泪也下来了，哎，你三姨出来扶着你姥姥，哦，回去吧妈啊，让我大姐走吧，别了，别拦着我 啊！你姐走，我心里不是滋味，难受。您怎么了？不还有我呢吗？啊，告诉你三丫头，你别这样，啊，
妈妈心里有话，我不说出来我难受啊。那您就说，您说吧。啊，可说是我那没有见着面的脚不硬的短命棍的丫头啊。你三姨在旁边站着了，妈，您别太难过了 啊！你妈说，我先来，啊、哭一声，二丫头，你的寿命短呐、啊！你三姨也哭了，叫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还二丫头啊，哎、我的姐姐呀！高贵和就过来了，还请节目。高贵和这里，杨三姐告状啊，就此情此景，就这意思。哪儿意思？大伙儿吓唬你老，别唱，嗯，不许唱，对，别唱，老了眼泪都下来，你不让我唱，闺女走了，我心里难受，我就得唱啊。你妈一撩轿帘，想唱就唱，要唱个响亮。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怎么全唱啊？热闹啊，热闹啊！大轿抬起来。嚯，这鞭炮齐鸣啊！那得放这一边光放炮的十多个人哦，一个人手里拉着这么长吧，啊、那个鞭、哦、拿着香这等着，一看叫起来，啊、点十个人一块儿、哦，就这炮啊，啊啪，哎，挺响、嗯。完了，十个人瞪这么长就一响啊，潮了，嗨，潮了，这俩钱花的你。哟，震得大伙儿的耳朵呀、啊，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这没听过什么动静呢啊。抬走吧，抬走吧，哎，抬着来到你爸爸这儿，你爸爸被门一关，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怎么不要了？老年间的规矩，这叫避避煞气，有这么一讲，不要了。哦，拐弯过来四个流氓，我们要，我们要，他要，抬那儿去，抬那儿去，抬哪儿去？嗯，谁也不能要，不要啊，还得抬我们家去。门分左右，你爸爸出来了，嗯、门口的要饭的小孩们一大堆呀、啊，哎呦，你爸爸抓钱。大把的那个年头花童子儿，哎，对 对，一把一把的扔啊，是，嚯，这些人过去就抢啊，连抢着了带没抢着了都骂街呀、啊，怎么骂呀？前上拴着绳子，你爸爸都蹬回来了，嗨，太抠了这家子人啊，这还有拴绳的呀？新娘下轿往里走，脚不沾尘，嗯、啊，来到头里有一火盆，卖火盆，过去讲究这个，对。卖火盆日子是红红火火，旺旺腾腾。先卖火盆，对，然后再钻一火圈、哎、啊，再打这边，上那钢丝，上那钢丝。杂技团呢呀，是的。最好是骑着羊过去，知道吗？没听说过，哪有钻火圈啊？这后来后两项后来不让使了，以前也没有啊，没有了，以前也没有，就火盆吧，火盆吧、啊，卖火盆。为让这火盆火苗子茂盛，茶坊拿着茶杯，哎，端着一杯白酒，是往里边泼，扑一下子，哎，要这红火劲儿，旺旺腾腾的。你爸爸说这个哪行啊？这不行、啊。我那屋有一桶啊，把那汽油给我推出来。嚯，那不全了了吗？这个那热闹那个啊，那不行啊。搀着你母亲往屋里走，哟，院里边亲属都来了、啊，你爸爸高兴，哎、谢谢大伙啊。同时大伙把衣裳全脱了，哎。过啊，脱衣服像话吗？脱了这身换上新的，那屋里换去啊，上屋里去换好了，袍套靴帽都弄好了，往外一走，大伙哇全乐了。你爸爸一低头，脸腾就红了，怎么回事？没穿裤子，那就是你相声都是编的，对，刚才这是真的，没听说过。就这是编的，我告诉你们，别瞎说啊！啊，我们就当真的听啊！没，不能当真的。我这会儿心情特别好，真的。您出了气了呢，是吧？对，我再说一遍这个，嗯，受不了啊，受不了，换点吧。我们哥俩关系相当的好，啊，有交情啊、嗯。说实在的，怎么跟亲哥们是一样的，如同亲兄弟，住的也近啊，住的也近，是楼上楼下。平时哥俩一块儿喝杯酒聊聊天儿，这不挺好？我也不能喝，我也不能喝，我就一钱啤酒。您以后甭喝了，那还有什么意思？这个那回也是上家去，嫂子给我倒杯酒，啊，嫂子给我换一杯，啊，我这杯湿了，那是您的酒啊。哎，这根本就没装满里头，知道吗？我们俩有一个爱好，嗯，都好养小动物，哎，养宠物。我好养狗，嗯，好养猫，对。嗯，他那猫
啊，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有的挺可爱，有的也不行。有名吗？有的寒碜着呢，跟徐德亮这媳妇似的。嗨，我要养他媳妇儿，就受得了受不了你。不好看，不好看。我总说，就有一破猫这么大个儿，赖了吧唧的。我说你哪天你扔了它去啊？破猫，而且它满屋子闹，你知道吗？他不喜欢别的猫啊，他都跟那个猫盆里边方便。他这也没有，他们家这猫专门上厨房，厨房、微波炉啊、汤锅呀、啊，这猫。哪儿能做熟了他往哪儿去啊？我说你这缺德猫你留他干嘛呀？啊，这德亮给我的，你快拿走吧，这是陷害你啊，就把他媳妇送我了啊。就说人家没来你也不能这样。您说的吗？这不是后来扔猫去了。哦，扔猫去了。我上家去嘛，楼上楼下不喜欢就送我媳妇做的吃的、给嫂子送点，我上楼噔噔噔敲开门进去把东西搁这儿、嫂子尝尝那个新弄的、嫂子坐那儿这样干嘛呢发愣我说怎么了哎谦儿呢干嘛去了扔猫去了我们俩打一宿架他说了他也讨厌那猫把我那化妆品都弄碎了、他也恨得慌、他说带他上右安门那边河那儿、给把这猫扔到河正当中越深的地儿越好让他死才好了。我说好，我说也是个办法。我说你这表情，你这怎么的了？猫都回来一个钟头了，我还没回来呢。那我不淹死就是好事吗？这不是。后来我们带着猫上河边，猫被他蹬上来了。那这猫多仁义啊！你想想。没认个干爹吗他这不就是没听说过有认猫当干爹的吗我养狗他养猫啊有时因为这个也出笑话啊有时白天没事儿了我们今儿没演出 啊中午太阳好我弄过那狗拿链子牵着下楼遛狗去遛楼下有一小花园对他弄一大铁链子拴他那猫、这猫也得遛遛猫去、铁链那么憨估计拴老虎都行是啊到那儿解开链子小动物的天性是猫跟狗在草地上打玩儿，可打着打着，这猫的习惯是挠，对呀、夸夸这么挠，这狗是咬，嗯，我就说你看着哪天我这狗就把你那猫咬死，就是，一说不要紧，那天早上出事儿、怎么了？早晨我出来，我那狗啊，早晨起来放出去，哦，它出去解个手什么的，它自己去，待会儿差不多跑回来，在门口那叫唤，嗯，哎，那天也是早晨，等它出去回来叫唤，我一开门，嗯。他跟那儿站着，这都是血，都是土，地上躺着那猫，这他们家那猫都是血，死了，死猫。你看看，把我吓的呀！这个猫不是那个救他命那猫，不是那个。哦，或是别的，别的，这是他最爱的。哦，这尤其嫂子喜欢这猫。嗯，这猫太漂亮了，我赶紧抱进来了，把门关上，我指着我这狗，我说你真缺德。嗯，德亮啊，德亮啊，好嘛。嗯。这是说着闹着玩小动物怎么那么大仇呢你把它咬死我怎么见于谦儿这玩意儿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哎呀看看有救吗摆弄摆弄没救了我赶紧给它洗干干净净的洗洗完给吹风吹好吹圆了吧那毛是啊这看着除了不能动换吧其他的跟活的是一样我怎么跟于谦说呀这急得我没辙想我也不能不出去住一楼你要说别处是吧也行低头不见抬头再一个是你说这事儿不大也不小你要是大事儿咱们找人被他弄死也行是吧什么心眼儿这人明儿我找房搬家啊这个我就说你说这个事儿也不值当可是这心爱的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小蛐蛐你说值什么呀他要是心爱的他拿这当命那可不是于姐也是拿这猫当哎呦要亲命我一琢磨这点他没起我别管那套我噔噔噔上楼就一层楼把这猫轻轻的摆在他们家的门口我们那脚垫上摆好了葫芦好了转身我就跑上午都没敢开手机不敢见我心噔噔跳、嗯、到下午两点多我开手机一开手机啊他短信头一个速给我回电话急急急太急了这不要亲命你要不回楼上楼下怎么弄啊这玩意儿 啊回吧师哥那边声音很冷淡啊你在哪儿了我说我在外头了出事了为了事得找你啊我那个猫死了啊是吗我也不知道啊你回来你来吧你过来你在哪儿了我在外头你回来楼后面那小树林那儿啊我等你要了亲命
往回走，我心里很害怕。嗯，脾气不好。再一个，那小树林，我们那块打架都上那儿去。这约一场架的，知道吗？扫地的天天跟那儿一簸箕一簸箕往外端牙，知道吗？啊，嗯，这卖耗子药的常去那地方，很害怕呀。嗯，你要不去不行，楼上楼下呀。哦，去吧，离老远被车停好了，一看他也在车底下站着，干了，要亲命了。走吧，硬着头皮走到跟前，师哥，你叫我。嗯，你们才来呢？啊，有点事儿耽误了啊。你有事儿？嗯，哼，我那猫死了，你知道吗？啊，怎么了？怎么了？我那猫死了。嗯，我明明给它埋了，怎么又到我门口了呢？没地儿。